这地宫有鬼蔓藤，一般人是不可能进来的。魏都，你应该有所隐瞒吧？这颗珠子上的能量从何而来？好，你不说，我来替你说。这地宫当中藏着无数不同年代的人类骸骨，还有前一段时间隔壁百乐村刚失踪的人类尸骨。你将这里做成了害人性命的陷阱，用人类的生命来维持碧晨珠的能量，进而维持你们不老不死的状态。其心可诛也。是这样吗，魏都将军？你曾问我活着不好吗？活着当然好，可是活着哪有那么容易？我们不这么做又能怎么样？眼睁睁的看着咱们的百姓，看着咱们的兄弟们都一个个惨死吗？魏都啊，你变了，你不再是之前的魏都了。